打击人家的鼓励啊，打掉爆了，我们去拿他的抛破了的鼓励来玩了啊，所以真的是很穷很穷啊，以前不要讲以前了哦，现在讲过后，我们讲未来，过去不代表未来，好不好？啊。 我还没有吃 SNE 之前，我的样子，这个31岁，再看37岁的时候，看一下跟现在有什么分别，真的很大分别。所以啊，在 SNE 不是很多我们伙伴成功啊，他们不讲，他们厉害了，什么厉害？产品厉害。 产品会说话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可以成功的，只要肯学习，努力去做，坚持。刚才我唱的那首歌，暂时不成功不代表你不成功，只要你坚持。为什么我要唱那首歌给你们听？很多人不能坚持，所以半路不见了，很可惜。因为我每次跟我的顾客讲。 你们可以吃到天地精华，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福。你们才可以吃到那个天地精华。你们知道吗？在马来西亚有整千间的公司保健公司，假如你们一间一间去试，用2个月就好了，不要讲3个，2个月去试一个产品，你们试了30年，未必能够试到我们的天地精华。你们说对不对？放整千间。 前世有修来的福才能够吃到天地精华，为什么？再给你们看我的见证。47岁跟37岁有什么分别？年轻了。再看5，49岁。哇！48岁。哇！这辆车是我梦寐以求的。 我迟早要买它，车牌99号，这个是在我们马卡拉拉这个国货马进来啊，这个这两个就是我的宝贝侄儿，哦，宝贝侄儿，我大哥的儿子，他们可以做我的儿子，可是我还不是很老啊，你看，因为天地精华，然后我们做SNE成功了。 第一，我们有一个非凡自由时间，非凡自由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年轻就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，可是啪啪生长在一个不对啊，不是缠着金锁匙的一个家庭，不像现在的小孩子，我的女儿，从她5岁我就买了一架钢琴，7000块给她，学钢琴学到今天，你看培养了她多少钱，她要什么都有什么。 我今天到整50岁才找回自己的兴趣，去唱歌，唱了1年，拿了3个专辑，然后在我们拿了啊，我们在 SNE 成功了，我们有了金，有了非凡自由，有了金钱就有非凡自由嘛，哦，然后有钱衣食住行嘛，我们人一定要有这衣食住行这5个字，我们有的穿，有的吃。 有的花一定要去旅行，旅行是最高的享受。就好像哎啊，艾瑞克，他去了很多外国，我去中国，一直去中国，去了8次。可是欧洲我还没有去过，我一定要去欧洲，一定去。不是，应该是等我女儿大学毕业，3个人一起去，因为我只有一个宝贝女儿。好，OK。 然后这个是我的歌友，一个伙伴。 可能他天生，做工比较勤力，他曾经有吃过我们的保健品，可是吃了2、3次就没吃了。你看，他年纪小我6岁，我们看有分别吗？假如你有吃天地精华，一定有差别的哦。不是讲他老，人一定要保健，我是给大家一个提示，OK？ 你吃天地精华。 你所付出的金钱会得到10倍回馈回来，记得啊。
去内蒙古，第二次去内蒙古，去内蒙古采沙棘果，你看沙棘果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吸引人啊！黄黄的，看到它就想吃它。多少钱？我以前用21岁开始出来打拼事业啊，我用20年的时间。 赚了我人生第一桶金100万，可是我在SNE， 我只是用4年的时间，我真的找到人生的第二桶金，第二个100万。你算我做了6年了，我赚了多少钱？不是很多。假如我们讲，给我自己想了，我以前做螃蟹，还有。 干上干下，一个月也是赚了6000、5000、7000最多，旺季赚7000、8000，不旺季的时候才赚了1点点，所以传销是最正确的，我们要致富，给贫穷人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，不用什么大本钱，只要付出你的时间、你的学习、心态。 你要配合情力去多一点跟人家分享，你一定跟我们一样可以站在这个台上，明年，下个月还是明年，慢一点都不要紧，只要你能够站在这边，公司要你邀请你上来的时候，你的业务一定是很可观，不要放弃，记得要坚持。我的登人谢文忠，没有谢文忠真的没有侯乐信。 我真的很感谢他，他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。那时候我虽然是赚到钱，可是我做的事业是见不得光的，我是做偏门的生意，不过不是很大的范围啦，我是做不给，做球的，然后还有做一点螃蟹，然后时间有限啊，我就长话短说，我做传销可以做到去台湾啊。 传销前两台期传销杰出名奖，真的不错。今年最少要做200万的业绩，才可以拿到那个奖。所以我还是有交出我自己的一些成绩。你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了。这个是我的恩人，这个再世活佛，我叫他。没有他，哎呦，他。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他，我每次跟后面的人讲，我大家不是人来的，神来的。他可以改变我这样子的人，真的太难了。因为我的头没有电，没有电，没有电，我真的不容易听人家讲。他跟我讲了2年多3年，我才来做SNE。 我看他们做先，他们成功了，我才来做。不过我慢他们等3年，我来做，3年后我还是成功，所以不会慢的。你们现在开始还是不会慢的。好，证明产品代购，我们成功在 SNE 我们要感谢，首先我先在走为前面，人家是感谢先，我现在才来感恩我们的老板，那都是那个力道，还有我们的他的公子，那都罗伦，还有我们的副总裁SYL，还有把这个产品带来的这个神仙啊，带这个神仙搭来的这个余宝杰教授，要感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我们的这边的掌声。 这个是去巴厘岛，长话短说了，时间到了，要完了，所以我讲一些重点了，你们来 SNE 真的是啊，这个是新年我有做 open house， 请我到马来西亚线，你看许多马来西亚线，这个我要跟你们介绍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我抓到这个，刚才我的余宝的上司跟我讲。 他讲，你能够抓到这样子的人真的不简单，真的他做了14年的传销，CNI在一间公司不可以讲他名字，他做14年，他因为糖尿病治好了，来跟我配合，你知道他第一个月做多少业绩吗？50多千，第二个月他做70多千，第三个月他保持70多千。
第四个月他做一百一十千，真的很厉害。我去看他的网站啊，五个月里面他找了1300多个人，哦，真的好厉害哦，所以可能我前世有做到一些好事，所以三千还是很骗我这个功能，提供骗我们，啊，我要跟你们看一下 SNE 的新的先生。 SNE 好不好？不是我讲的，照片，你看啊，这个人他中了，好像是，口腔癌还是喉癌，我不懂的。你看他的这好很多，你看他之前的照片啊，之前的照片是这样子的，11点之后你看他的照片啊，11点半了啊。 我爸爸看，我爸爸就讲，哪有可能这个事情？他讲，这个产品会这样子，是一天会变到这样子，你讲给鬼，鬼也不相信啊，讲给鬼听听，他讲鬼也不会相信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要吃到天地精华，真的很有福气的人才会吃到。不过福气呢，要财富呢，是要看你们有没有跟这个 SNE 这个缘，这么好的缘啊，他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，看你们自己懂不懂得去利用。 哦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厉害利用机会的人，所以我会站在这边，你们要学我。啊，之前，看他之后啊，之后，啊，我想介绍一个我的，好像是可以做我的妈妈。 可是我不讲，你们看他年龄，你们猜一下他多少岁？他是谢文忠的伯母来的，谢文忠的爸爸的，的老婆，今年75岁，吃SNE吃了很多，是阿红的下线，口信他的，吃SNE，你相信吗？75岁，还没有跟你们讲，他是我妈妈生前最好的朋友，跟我妈妈是最好的。 所以那天我看到他，哎呦，怎么你75岁，你的脸没有皱的？你知道吗？吃你的 SNE 啊，吃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有白吃啊，75岁啊，所以你们要年轻，吃多一点啊。啊，我还讲一个小小的故事，这个是一间 supermarket 的一个总管，纯白色，讲是纯白色。 他的薪水才2000块，做到要死，做到晚上10点。我从2010年，就跟他讲这个产品，跟他讲分享，他有点心动。不过他没有来。可是2011年今年，我再跟他讲，年尾我在2011年年尾我再跟他讲，我给他看，讲了他有点心动。我拿我3年的 statement 给他看一下，嚯，他讲了，你做一个月我要做1年多，1年半，他终于来了。 他吃了，他买了摩巴了。你看他吃，才2个星期啊。你看他之前再给你看，之前是2个星期14天，有没有改善？啊，2个星期后。啊，你我还给你们看，我自己本身吃SNE，很多人来我家，我的封测纸算一下有90多天了，我排在我的墙壁啊，90多天，其实我吃了100多天了。 我每一个月吃2000多块，那天九月多有去我家，他也在那边拍照，很多下线来都跟他拍照，跟他贺子拍照，不是跟我拍照。啊，这个是我拿第3次冠军的，啊，对，不用。啊，三冠总数完了，我去，还有我去华裔来卡拉比赛唱歌，差一点进决赛。